我们怎样把执心找出来？执心人人都有，现在迷失了。找出来的方法就是用戒律、持戒，就能把它找出来。佛法的戒律多啊，总而言之呢，不出于十善业道啊，十善业道是戒律的总纲领、总原则，十条好记呀啊，不杀生，培养慈悲心啊，不但不能杀害众生，令众生因我而生烦恼，戒罪都归于到杀啊，比杀轻一等就是了。人要有爱心，要有慈悲心呢，啊，决定不能伤害小动物，蚊虫蚂蚁都不能够伤害。啊，蚊虫来叮你，你要是很大方、很慈悲，他也不过就来吃一餐饭而已。你就供养他一餐嘛，哎，就让他习满了为止嘛，这就布施啊，啊，这是内财布施啊，不愿意不愿意就赶走嘛，不能杀他，啊，杀他是决定错误的。啊，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听说蚊虫有传染的登革热，有带流病菌啊，所以有一些人不敢供养啊，把它赶走啊，没有这些疾病的地方的时候可以啊，